传媒停妥，急着上船，男子摔落海。台东富冈码头往绿岛的交通船，昨天发生民众落海意外，一名男子等不及船只停妥，就抱着要寄送的电扇跳上船。他是要寄货物吗？对啊，还要寄货。他讲时间，因为我正好就送下去了。新闻台东报道。